所以当你很多的自然间的事理你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，你再回来看你自己的本性，你的生命的这个脉象曙光与否，会不会很清楚？不确定的人举手，确定的举手。确定。那其他人啊，有确定又不确定。再想一下我讲的话，我回来推好了，反向来推。很多人为什么要去算命？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命究竟好或坏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才乐此不疲的想要去听算命先生说我的命究竟好不好。哪怕算命先生铁口直断说他命不好，他还说 你说错了，你应该是好的那一块吧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不求实际的人，对吧？你要去问未来事，那现在我们是从这个事情的源头点开始推过去现在，这样可以了吧，对不对？刹那间穿过了穿越了时空，是不是？如果我们说这个你的命是生生世世一堆习题最后的结论，产生今生的一个 program， 对不对？那我在这一刹那面对了这个所谓先天命盘的主题，而又有解决之道的时候，这个先天命盘它存在在这个我的当前，它是可能几千年前的事情的，到今生要来面对，那刹那间你可以有解决之道，你是不是已经穿越时空了？是还是不是啊？是。这个东西应该不是很深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个观念，但这个观念你确实要有。平常天下太平的时候，就是要把观念聚集好，对不对？嗯。突然间要用的时候，啪一下就调动出来了，这是我们要的。好，你一切的这种练习，你千万别太客气，对不对？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什么不经一番寒彻骨，哪来梅花扑鼻香什么的，对吧？这种勉励的事讲的那个稍微过了一点，但是你务实的练习，这个是没有什么第二个答案了嘛，对不对？任何事情都一样。所以这种人生的真谛的一个解脱的一个源头，如果有可以实际的方法让我们练习，而让我们今生可以掌控自如，是好事吧？对不对？那这是我们要学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一再强调，超级生命密码是工具书，对不对？那个工具书就像你去大华超市买这个酱油，但是回来是这个卤豆干还是这个白切肉，对不对？这个是个人巧妙不同，你可能因为这本书啪一下就上去了，对不对？而且上去还不是一下子，一点一下去，哇，很深远。那可能是过去的系统，可能是累生以来你要不吃不喝就修炼都练不到的，但这一世的确遇到了，这一世的确遇到，你就千万别说 OK 的，你现在在那，我等着我来追你，我现在先去忙，20年后我再来看 OK 的，那就错过了，对不对？契机是这样子，在你旁边的时候，那么容易抓到的时候你没抓到，你怎么能够奢求1年后？5年后、10年后，你真的抓得到？抓不到，对不对？当你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人性呢，开始流露是可爱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这么一顺呢，事事都顺。好，我经常不在讲嘛，我们在做修炼的工作，好。或者是修养的工作，
改变我们的命运其实是副产品。好，我经常在讲这个事情。真正要达到目的的是提息我们自己的灵命的境界，这是我们要的。所以你乐此不彼的提息自己的灵命的这个过程，你的确看到人世间的命运篇的确在转变中，而不求自得。而这些东西不是你说 yes 还是 no， 因为这个就是在天地间它的定夺里面可以有这一篇的允许，所以你只是顺势而为而已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老师，你说改变命运只是一个副产品，是最重要的是灵性的提升。嗯，所以你能不能够了解这一点，又跟下面一个习题有关系喽。这个我们不是在讲人性吗？很了解自己人性的人举手。越来越了解。哦，越来越了解，不错。我们应该在练习的过程中，慢慢的你会发现，你比科学家还了解。科学家有时候还随便讲 XYZ。科学家讲的，说今年冬天很难有雨啊。在几月的时候，四五月的时候说南加州，对不对？反正说是什么那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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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效应，说哦可能有雨，后来一个科学家一不知道是几个科学家就说哦，但是今年可能是有那个，但是没有实际的雨，什么都他们在说的，对不对？像雨不就来了吗？对不对？